哎呦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羊撞了一下，现在血非常相近，但另一边他，哦呦，这个大阵能守下来吗？羊减速，减速的话有机会，减速的话电法可以，这一波守得很好，守得很好，羊减速加电法，然后加这个超骑去怼他，哦呦，哦，可我哇，这个两个石头人会炸一下，好。他这个女巫被拉到另一边，然后他顺便去打这个左边去了，然后右边威猛矿工加这个超骑，威猛矿工能挡这个伤害，然后羊突进去能不能突进去，能不能？哦呦，这个羊能撞这个小炮还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。还有20秒，突进去了，然后呢，现在非常相信大电劈一下还是可以劈回来的，大电劈一下能比过这个毒药吗？哦，非常近，这差那么一点点。哦哟，可以，最后那个羊突进去了，然后左边也被那个也被打了超级多的血，这一波是已经算非常精彩的一个奇迹了。一般我觉得是赢不了的，但他突进去了。这个渔夫想勾一下，然后他又不勾了。哦，右边开技能，摸进来，一锤，两锤，三锤。这猎人，崩一枪，然后被打断，往回崩了一枪。猎人，不对，六营再砍一刀，把那个小电车收掉。哦，家居一炮，两炮，渔夫勾过来，三炮。再来一炮，哎呀，拿下了！这猎人真的牛逼啊，这个人。飞机打这个骷髅，他补了一张滚筒，本来想说飞机打骷髅很吃力，会被摸很多下，然后他滚筒补掉了。这石头人进不去。但是这金甲能不能摸进去呢？金甲不冲吗？哦，一二三，哇，这都能冲进去，这都能冲进去，我操，这都能冲，那没了，没了，我靠，这都能冲进去，就我如果是我的话，他在教那个骷髅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冲白不冲就冲掉了。没想到他那个骷髅海浇了之后拉一个飓风一波冲进去，我天，这都行，这都能冲进去一波拿走了。哇，他那个 Mugi 他脸鼓起来了，你们能看得到吗？Mugi 把脸鼓起来了，他变成那个星之卡比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幽灵能砍一刀吧？能砍一刀建设1200，哎，没血了呀。这一波有点难打，有飓风吗？有飓风，一波突进去，一二三四突进去，1600，1600，1600，一二劈两下，哦哟，打回来了，一波打回来，金甲骑士他的那个加飓风一波突进去是可以改变战局的，就算是 Mugi 也守不下来这个东西。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。好，他现在全部怼在左路，我觉得他会突然一个声东击西打右路哦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好凶啊！这个桥头防守，桥头手，哦，哎呦，金甲骑士，我天哪！飓风聚起来突了一堆下，Mega Knight 右路突到这个。小炮车上面，这个威猛矿工没有吸到，哦，滚筒滚掉了。小炮车很稳，小炮车很稳。我觉得金甲骑士这边突过去只突了一下，被那个提前突了，被那个电法抓到了。这波非常凶，能不能守住？15秒，14秒，羊，这个一二三。
羊能不能冲突不起来啊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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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木给输掉了。刚才就是那一波石头人带金甲骑士一波突进去，石头人躺着，然后金甲骑士一波突进去，大电劈一下，一波把血量给他劈回来了，一波劈回来了，滚一下，小伙，哎，这小伙怎么回事？这小伙怎么回事？我操，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，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。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吗？小伙他可以完美用小伙姐，我靠，这么牛，我见都没见过这东西。就是刚才满血的小伙过河，他一般是可以蹦到塔的，然后他那个 light 他用那个他的小伙去那个让他分心了一下，然后趁这个小伙不注意把他弄死了。哇，特别特别恐怖这个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哎呦，差一点捅出来！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人可以这么解过，长见识了，这超级极限的东西。哦，捅了一下，捅起来了 ，Morton 的钻机，捅了一堆。女皇隐形的，这边地震滚木，猪猪能蹭几下？猪猪被炸掉了，猪猪被炸掉了。钻机来了，钻机钻前面，然后炸弹塔。哎，这波 Morton 很稳哦，这波很稳。这个炸弹塔把那个四猪吃的很死啊，炸地震都震不掉。钻机又来了，钻机一。在哦，可以，这波被锁下来，很好了。滚木又蹭一下，小伙预判这个四猪，但是四猪没有碰到。炸弹塔硬吃这个地震，然后把这个猪拱起来，拱住。钻机来了，加一个滚木，捅一下，没捅出来，可恶。哎，差一点点，火球，Morton 藏了一个火球，但这四猪打起来会更费劲。还有炸弹塔能扛这个地震，然后还有火球滚木，然后钻机又来了，钻机又捅了一下，又捅一下，拿下，可以。Let's go。加油，摩顿！牛肉面现在来不及了，已经比赛开始了。幽灵打电法，幽灵跟电法，金甲骑士冲起来。哦，这个是不是那个钻机啊？不是啊，不是钻机吧？钻机有这个东西吗？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双龙是那个墓园吗？双龙墓园开蹦毒药啊！这个Morton带了个毒药。自毒抓到了，再加了一个女巫奶奶，这个老奶奶抓墓园，她抓到墓园了。这波 Morton 有点开心啊，这波他有点紧张，凝神贯注的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把要是输了，妈的没脸见人了，这把能输？老奶奶加毒药打墓园，这能输？”对，金甲骑士一波突进来还是可以输的，但是我觉得 Morton 应该不会让他这么容易突进来了。终于看剧本了，Morton 有抓卡组，这波滚筒
什么都不跟，砍一刀，直播，哦哟，被抓到了，被抓到了。开蹦，开蹦，然后毒药不毒吗？毒药不毒，用这个电法，电法被冰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超奇，超奇啊，超奇也没进去，我靠，这边碰了好多下哦，这个冰洞上的很意外啊，还行啊，还行，没有那么亏，也没有被一波打死。一刀，两刀，两刀，右边有这个地狱龙，它不好挖过去。这边电发打地狱龙，然后电发打这个矿工，超奇蹦过来，超奇蹦过来，然后还有一只羊，是超强，超强，超强，然后被冰冻。沉底抄袭，他得再打一波，然后这波他出不出墓园？不出，被喷了一口，电法打了一下，右边也很危险。这边哦，这边地狱龙直接吸，然后他有飓风，会把这个电法拉走吗？哦，把电法拉进过来，然后被那个巨石给他弄掉了。哎呦，都是高手啊！这波蹦不蹦？这波应该不蹦吧？滚筒加这个东西。能不能滚出来？哦，撞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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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那个 Light 他笑了一下，哎，被撞到了。OK， 很稳，相当的稳，1700打1300，又连砍了两刀。OK， 超级稳，超级稳。Morton 这把能打，他现在手里有那个女巫婆婆，所以他那个墓园也不是很好交，现在十费。十费守这个墓园，他应该崩不了吧？十费守墓园崩不了吧？我靠，冰冻，加电法，赶紧，非常近，现在非常近，这1300打1300，然后电法被他控住了，电法被控住了，右左边很危险，左边很危险，超奇两只猪进去了，这个狼胖在滚那个两只猪。哦呦，狼胖怎么不打抄袭滚那个两只猪去了？怎么回事？哦，这边右边又打了一波出来，冰冻加这个地狱龙吸这个东西，这波守的超级好，这波毒药交了，他有冰冻，然后这个牛奶奶会被冰起来，这波金甲一波拖进去啊！我操啊！这能输？这不是吧？真能输？哎呀，我靠，这能输啊？哎，我靠，摩特，你不能输啊！我天哪，毒药加女巫奶奶被冰冻冰烂了。摩特他尽力了，他尽力了，真尽力了，这波被抓烂了。就第一把那个摩特是抓到那个墓园的，但他没有赢，这一把他被 Light 抓到了，然后他烂掉了。他被抓烂了，这把没了。Morton 摘耳机了，两条命被干掉，我的天，太可惜了啊，太可惜了。